三叔，谢谢了，顺便嘛。你从彰化一路来，坐的还是雅座，车钱呢？车钱呢？等我发了财再给你。工钱也得算喽。你想啊你。阿金啊，过年不回去了吧？本来妈说过了年再来的，可是舅妈写信说过年生意忙，你看回家还没俩月，又在这年根上赶回来了。舅妈想你。什么想我？还不是让我给她带孩子、洗衣服、煮饭，跟下女一样。你每次回去啊，又吵着要回来，好像有什么人等你似的。胡说八道。阿金，后天走，有什么东西带回去的吗？几件夏天衣服。哦，小王，哎，一共七的。哦，阿弟，好像听人说乡下有人给你提亲，是吗？谁说的？才没有呢。本来嘛，要是你不信，你回去问他们好了。只不过说说罢了。成了，三叔特别开趟车来接你。三叔，我的位置让给你了。哼。阿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香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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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蕉。回来了。阿金。想死了啊！哎，阿健，你回去是不是嫁人？要嫁人得告诉人老吴一声啊！臭下老张，狗嘴吐出来呀！哦，谁呀？大德洗药房老板娘的外甥，真甜。哎，我的甘蔗水啊，不像别人的放糖的。阿金表姐回来了，妈，表姐回来了，小弟小妹快下来啊！阿金表姐回来了，快！生意又要结账的，你一个人也弄过来。老吴，好。老吴，借给我，结完婚就还你。我不像老张他们，你是知道的。哎呀，明天再说了。女家今天晚上等消息，老吴。我们是油盐酱醋都齐了，就等你下锅了。老吴，啊，你这人真是……咱们有句老话，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门婚。有钱没钱，讨个老婆过年，说不定讨个帮运的老婆。将来我的豆浆生意做好了，老吴，鱼帮水，水帮鱼，我忘不了你。好吧，明天我到我二哥那儿去一趟。好。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我走了。别忘了，明天晚上去一趟。忘不了。两斤半，新鲜了。错。哎，阿金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吧。回来就回来吧。怎么？你说阿金这趟回去要是没结婚的话，就请我吃肉包子，想赖？老吴，
得了吧，你当你那点心事我不清楚，我看你别三心二意的，就是他吧啊。说的倒容易，人投咱们什么，人没人才，钱没钱财，要嫁总得嫁个有钱的嘛。哎，对不起，接个活。今要是没假可别忘了请我吃肉包子啊。我去拿好了，在收音机旁边啊。哦，知道了。表姐，表姐。不得，我刚才在门口没看见你，我还以为你又上二哥那儿去了呢。怎么样，生意好吧？凑合。家里人好吧？嗯。你家里那么急，让你回去干什么？没事儿，家里杀了一口猪，叫我回去吃下水。啊，吃那个够。哦，我还以为。你以为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回去结婚了呢。神经病，跟谁结婚的？真是神经病，每回都这么讲。我每回都是这么想吧。你怕我嫁不出去啊？哼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好什么？哼，要嫁多的是，有好多人想烧香啊，还找不着菩萨呢。啊？真的？假的？哎，我们彰化八卦山的菩萨好灵啊。每天好多人去求签呢。啊，你求过，签上怎么说？说啊，说我将来嫁个有钱的。你是该嫁个有钱的。假的，签儿求多了，说好说坏都有，根本就不灵了。哎，老吴，老吴，啊，什么事儿？
什么事儿啊？我要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明天早上告诉你。什么东西吧？看这孩子们搞什么？阿金，阿金呐！哎呀，怪不得转眼就看不见你了。刚回来，明儿再洗嘛，没几件了，就好了。老吴，老吴。哎，来了。什么事儿，舅妈？老吴，你帮我修修保险丝吧，大概是小弟做实验又给烧断了。好。哎，这些孩子们真是。什么东西吗？你就是这么个急性子，说好了明天告诉你的。明儿再洗嘛。啊，老吴，谢谢你了。谢什么？这点小事儿。哎，何必等到明天呢？叫人着急。你呀，偏不告诉你。馒头稀饭，馒头稀饭，里边请了，里边请了。老吴，稀饭两碗啊，好。招牌，破招牌，金字招牌哦。哎，阿金，哎，老吴，五个包子啊！啊，好。嚯，菩萨，吃怎么好？怎么好让你老远带来？有什么嘛，张话多的是，我走到那儿就顺便给你买了一个来，才几块钱呢。哎，千里送鹅毛，礼轻人意重。上回你说你信菩萨，我看见了就给你带个来。老吴啊，哎啊，来了来了，算算多少钱挂上啊。好我一定要把它好好供起来，保佑我生意越做越好，保佑我招牌越做越亮。还亮呢，像个搓衣板。管他的。你呀，什么都管他呢。昨天晚上看见你，我都不敢认了。衣服那么脏，胡子那么长，窝窝囊囊的样子。窝囊？谁说的？那你看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老吴，看多少钱？老吴，挂上挂上，走。哎，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嗯，怎么？您上几回的还，嗯，少了你的了。别人能欠，我们吃几顿你就啰啰嗦嗦的。不是的，快过年了，总该。该走了，走，年关岁尾的帮帮忙嘛。哎，哎呀，老吴，放漂亮点，弄到派出所去又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派出所拆掉就违章建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老吴，记得黑板上，少不了你的啊，早晚把你这黑板给砸了。啊，记，走走走。
你这人好窝囊啊，我真想帮你跟他们吵一架。算了吧，他们是真的没有。哎，老吴啊，算算。哦哦，来了。阿静，等我自己来洗。算了吧，大男人的洗衣服像个什么样子啊？舅妈看见了，又说你多用肥皂。她不会说话的，你不是也常帮她做事的吗？老帮我洗衣服，我怎么谢你呢？又不是特别为你，请我吃个包子好了。别人能白吃啊，我更能白吃。你可不能白吃啊。等我发了财还你。一个50块。嗯，你几时发财？等我嫁个有钱的。哎，阿静，明儿我请你吃肉包子好不好？我最拿手的。好啊。哎，老吴啊，今晚别忘了到二哥那去一趟。我知道，忘不了。起点、聘金、首饰什么？好，哎，记着，别忘了。阿静，嗯，晚上我到二哥那儿去，帮我在你舅妈家里再拿两盒药。药？什么药啊？就是二哥常吃的咳嗽药，跟以前一样嘛。啊。刚才你说挖金，人家有这个意思没有啊？咱们人没人才，钱没钱财的，人家黄花大闺女图我们个什么？再说年龄差这么大一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老是带着洗我的衣服，这次从乡下回来请他小吃吃也不算是请客，我还以为他回去嫁人了呢。老张跟我打赌，我输了，顺便请老张也算是还赌账。嗯，千万不能让人家说闲话。钱光了，人穷了，都没有关系。秦叔宝还有当街卖马的时候，名声可坏不得。我知道。小钟，哎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我说的是那个女的。不会的，二哥。嗯，男女的事儿轻浮不得。古来多少人物就栽在这一关上。我知道。二哥，上一次托您替我保管那个钱呢？想拿回去谁用？老唐他要结婚，这几天老盯着我。嗯，好嘛，我跟老钱说一声，明儿到菜场去拿。啊，二哥，你看老钱放的那家可靠吗？怎么，怎么不可靠？人家这么大个公司会吃掉你2-3万块钱？是。哎，老吴，1000块，你数数。不用数。哎，你把钱放好了，小心。没关系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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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错不错，哪天到彰化去看一看。你哪天去我陪你去，阿金说那儿的菩萨挺灵的。说定六点，怎么搞？到现在还不来？换杯茶，不用。要不然你跟老张先吃吧。那不好，请人家吧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哎，那是什么？老张，嗯，什么鬼鬼祟祟的？临时的，二哥，不要等。你们先吃吧，吃惯了菜的尝尝肉的味道还真不一样。肉的，肉的可得尝尝。怎么老吴你发了，菜包子改成肉包子了啊？那可得尝尝。来，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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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。没多少，有多少来多少。对不起，这是我们自己吃的。你是干什么的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对不起，不卖。不要狗眼看人低，给现钱的，现钱也不卖。不卖，大爷有钱，大爷不卖。不卖，你敢不卖？我不卖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哎，既然不卖就尝尝吧。哎，来尝尝。哎，尝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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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。我宁可喂狗。好老，算你有种。搁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。哎，老大，随时等着你。老大，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哎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何必来这趟？老张，没你什么事儿，咱们哥们不是好欺负的。老吴，咱们细水长流，有本事你尽管使出来好了。行了，行了，理他们干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哟，肉馅的吗？就是因为肉馅的嘛。别这么大火，咱们生意人不能得罪主顾啊。嗯，表姐，我妈叫你。啊，舅妈叫我。舅妈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人家老吴找你好几趟了，见到三叔了。都怪三叔嘛，托他带几件夏天衣服，等死了他才到。他说半路上抛锚了，你看弄得这么晚，饭都还没吃呢。人家有事嘛。阿健，阿健，快点吧。哎，你要是不来的话，我可拿肉包打你。为什么？嗯，肉包打狗一去不回啊。老张，臭瞎老张。好好，你狗等永远说不出一句人话来。好好好好好，吃吧，咱们吃吧。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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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
还不睡觉呢？这些孩子们一点规矩都没有，睡觉去。阿金呐，你也忙了一天，早点歇着吧。啊。是你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有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手头上有钱吗？钱？多少？少了我自己有，多一点。多？多了我哪儿有？真的没有？真的。好吧。哎，阿静，你要钱干什么用？总归有用，没有那就算了。有是有，可是你要借给老唐结婚。是吧？你自己呢？我什么？他会还给我的。不还呐？水帮鱼，鱼帮水吗？谁帮你呀？这些钱借给我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怎么不行啊？这借给老唐的。他要借多少？越多越好了。他要干什么？喜饼啊，聘金啊，衣料啊，首饰什么的。人家生孩子的住院费啊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哼，什么？你帮人家结婚，当然要帮人家生孩子了。不是这么说，你要钱干什么？我外边还存着点，再不够二哥那儿有，明天我去拿去。舅妈那儿，每个月的利息你自己去拿，要是再有人问你借啊。你就说这是定期存款，也好有个推脱。怎么，你不放心舅妈？木头人一个。阿静，阿静，老唐那我。你说只有那么多吗？买西饼啊，我懂，够了。那，你的。这女人真是……怎么了？告诉你，不要把女人衣服晾头顶上，这又有菩萨，就是不听。来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像。我现在要来管理。
想白吃白喝。怎么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管着吗你？我为什么管不着？今天我管定了。老吴，你不要管。今天老子非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好，算你狠，算你有种。走。走了。说定了，明天早上我等你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们吃你的太多了，老大想交你这朋友，所以今天晚上要回请你。在哪儿？河边。好，你先走。好，不见不散。
老张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老吴跟他们打起来了！啊啊，在哪儿？你快去找嘛！走。管闲事，不让你管闲事。去你妈的！
金，阿金。可起来了，嗯，你跟人打架了，嗯，怪不得把我表姐都吓哭了，吓哭了，嗯，眼都哭肿了，哭肿，你看你怎么搞的嘛？他人呢？回彰化了，一早就走了，他叫我来告诉你，告诉你，说他回彰化去了。叫我告诉你，他这次不是回去吃下水。什么吃下水？哎，什么吃下水？啊、猪下水。猪下水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说衣服全烫好了，放在床头上。说他这次回去三五天不回来的话，可要有一阵子。说你要找个洗衣服的，大男人洗衣服太不像样。嗯，说以后少喝酒，别打架，还有那个招牌像个搓衣板，总得换个大点的。他回彰化是不是搭三叔的车？是。几点开？嗯，九点。哎哎，还有，是九点开车的，你看看，老爷车，哎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喝醉了酒，摔。哎，少喝一点嘛。看见阿晶没有？阿晶，哦，他等不及打虎酒里边坐，包子、水饺、蒸饺全有。哎，来来来来，
啊，来了。老板娘，阿金回来了吧？哼，去这么久？可不是嘛。老吴。老吴。老吴。来干呢，还能叹气干什么？就是打不起来嘛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大丈夫运气来了要干的，运气不来要守的。就像你这样，就这么3天打鱼2天晒网的，开饭馆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个。犒劳前方的几个利息，够什么用？起来，让我躺会儿。哎，昨天晚上我咳嗽一宿没睡好觉。要是阿金在，生意会好一点。为什么？关阿金什么事儿？他会帮着我一点，给我出个主意。他在的时候，就好像他是老板，我是伙计。他这一不在，哎，兄弟不要说了，二哥是过来人。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，一头热，哼，没有用，什么都是假的，规规矩矩做生意才是真的。生意都叫老唐他们给拉走了。二哥，你不知道老唐老婆多厉害。生意人人会做，他拉你也拉嘛，怨人家干什么？怨自己。我哪会拉啊？谁生下来就会的，多看多学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还没歇着呢，是不是？
扰了你了。哪里哪里，坐坐坐。啊，别张罗了，别张罗了，我们那边还有客人。都是些老主顾，推又推不掉。喝杯茶。哎，别客气。用了这么久，真是太不好意思了。这本来老早该还了，一直凑不齐，现在生意好一点，真得谢谢你。这什么话，鱼帮水，水帮鱼嘛。对对对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还客气什么呢。啊，你该歇着了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改天啊叫他给你介绍一口子。哎，可说阿金还没回来啊。回见回见。不送不送。请回请回。是啊，这个死丫头连封信也不给我来，想请个人吧又用不长，连个帮帮手的人都没有。可不是，自己洗衣服不大方便啊。不像样。不像样啊。老板娘自己洗衣服不像样啊。这个死丫头，我看她这次是不会回来了。她还有几包臭衣服存在这儿，真想叫她三叔给她带回去，又不知道在哪儿停车。我知道，交给我。好，好吧。呵，这都是送给阿金的。嫁的人蛮不错的，是个木匠，听说人很老实，后天来喝喜酒吧。男人自己洗衣不好，但也不能教育其他女人随便乱洗。但愿你吃完下属早些回来，舅妈及表弟妹均甚想念。老吴。
以后有大楼住。上哪儿去？我去方便方便。在楼下靠右手边的。你们也方便方便。想不到，船沉了，电倒了，弄得我连家都不敢回。二哥，您是知道的，我老钱是为了朋友好啊，谁知道反而连累了朋友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对他说呀，二哥，二哥你怎么了，二哥？二哥，二
二哥你怎么了？二哥，二哥，二哥。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相逢犹如在梦中。去你妈的！哎呀，记着吧，记着吧。哎，你落难嘛，怎么好再吃你？等你发了财，好吧？哎，拿着拿着，没关系。真是不打不相识啊！嗯，谢谢，我不会。有人办事告诉我啊。好，走走走。哎，嗯，那火柴。哦，哎，这可是无心的，无心的。走走走走走。再见。什么时候来的？人家不能来看看你啊。能能能，谁说不能的？对了，还要谢谢你，谢谢你送给我的东西。那点小意思算什么？啊，你看，一晃都两年多了。可不是嘛。哦，对了，
你走的时候怎么不说一声呢？还说呢，你喝得醉不隆咚的，还怪别人。哎，那你结婚总该说一声呢。啊，够了。是家里定的，我又不知道。啊、哦，你丈夫呢？嫁了是不是？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车祸。车祸。里边暖和点。吃了玩的，嗯，面还吃着玩，生意不好，自己吃热闹点。男的，你呢？男的。几个月了？六个月。什么名字？阿福。阿福。你们俩俩怎么得了？我去帮人家。帮你舅妈不好吗？我身上有笑啊。哎，要用点钱吧？不，不要。老吴。嗯。我去帮人家，不能带孩子。啊。我想把孩子交给你带。我，你帮我带的，我每天来喂两次奶。那怎么行啊？老吴，不行啊，帮帮忙嘛。这孩子哭了，我不会带啊。老吴，孩子不大哭，他知道他没有爸爸。连我也在老张那儿打地铺，那孩子也给你打地铺好了。冻着了怎么办呢？反正苦命一条。坐下来好不好？晃来晃去，晃得人心烦。哎，老吴，依我看，天冷卖面不赚钱，卖面都是做晚上的生意。这么大冷天的，谁还出来吃面呢？依我看，
不如改卖油饼，做早晨生意，也许还是个办法。也许你说的对。什么也许啊？当然对了。听我的话，打明儿个起改卖油饼，准没错。嗯。老吴，把那间房子租下来好了，你跟孩子住，也免得打搅老张，你未来也不方便。恐怕会漏雨，那竹子都老了。总比没有好吧？竹床买大一点的，你跟孩子睡宽敞点，你睡外边，免得孩子滚下来。怎么好又用你的钱呢？我也是为了孩子嘛。来两个油饼。就这么说了，我走了。
我的油饼哎，又脆又香，又香又脆，那么赛过冰糖。我撒娇点啊，这两个给我。老吴，今天我听见有人说我们的闲话。闲话？嗯。什么闲话？他们说这孩子是你的。啊，是我的？我有这个福气就好了。你还笑？你知道人家听见这话心里是怎么受的？不理他们算了，人嘴两扇皮，随他们去，真金不怕火，理他们干什么？老吴，要是有了钱，你要不要讨老婆？会有钱，要是有了呢？当然要，谁不要？那你要个什么样的？要个有良心的。等会儿我洗吧。我自己洗。你这人就是这样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这孩子血是长牙了。
你怎么知道？听别人说的嘛。明天给他买个橡皮奶头让他咬咬，长了牙的孩子就喜欢咬东西。你倒细心，我就喜欢你这点细心。知道，你是躲着我，怕你说闲话。用不着这样，我走好了。天冷，你睡吧，孩子已经睡了。哎，阿静，阿静，这是干什么？何必呢？你进去吧，我走了。阿金，阿金，有事吗？你不冷吗？有点。你忘了穿外衣了？哟，可不是。别着了凉，快进去穿衣服吧。老吴，跟我一块儿去。来，老吴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？真的，真的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怎么这么傻？怎么这么傻？我早就想告诉你，老吴，跟你说，让我帮帮你。一个人在外边太苦了，该有个人帮着你，想着你。阿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阿金。老吴，你怎么还这么说呢？你不嫌我穷吗？怎么会呢？你良心那么好，应该嫁个有钱的。你会有钱的，让我帮你，你也帮我，让我的孩子有个爸爸。老吴，打你卖馒头稀饭的时候，我就恨不得告诉你，我要跟你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不知道怎么说，真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